孙立军，你这个玩弄的女性啊，杀掉的人，这些人能跟你过得去吗？能拉倒吗？李磊石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李磊石的家人是什么下场？为什么孟建柱家里边人换完器官以后啊，换完器官以后这么健康？你们的血清是哪来的啊？你们的血清是哪来的？那新疆的那小伙子21岁就给人家给杀了，人家刚到北京才几天，你就给弄一个强奸罪，强奸谁了？你们就给人杀了。新疆的那些人到北京来消失是谁弄走的？谁消失的？那些人的肾和肝跑哪儿去了？你们有记录吗？你们敢拿出来所有这些医院换移植肾和肝的吗？最受害的就是新疆民族，新疆人几乎在你们眼里边就是一个白老鼠，想杀多少杀多少。孟建柱书记跟张春贤在新疆吵架，咱都不知道吗？啊，你和张春贤吵架，你要把所有的那天发生事情的人全给杀掉，500多个人全部就地活埋。你这是你孟建柱干的，而且要把这个爆破事件全推给新疆人，结果当时安全部给你提供的情报说不是那么回事，你让他们闭嘴，就是新疆人干的。